大家好，我是青，我们今天要去找瓜拉米，然后现在是8:36，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瓜拉米的，现在到瓜拉米的入口了，然后就要开始走。这是外面的风景，哇，漂亮！上面的蝉很吵。现在是9:10，才刚进来走。那等一下就看几点会到。现在我们到了山峰住宅所，就是它是以前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半圆形。可以休息，但因为太热，就换个地方到这里休息。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喝水。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瓜拉米的吊桥了，来看一下。哦，叫山峰吊桥，在那绿绿的，看到吧？可以吧？我们现在到了。山峰一号吊桥，一样。山景。有瀑布，有两个，我已经走过来了。到的。开心，我现在已经走了1公里了，到瓜拉米还有12.6公里。Go！ 现在到了一个小桥。Go！ 瀑布，我们到了二号吊桥。哎呀！意外的看到了彩虹，但手机拍不出来。到了到了，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这里有椅子可以坐。休息时间，看美景，然后喝水，有小瀑布，还有一个桥。哈，那我们去摸一下水好了，小水水。咦，很香啊。已经走了2公里，耶！加油！现在我们在休息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10:01，然后我们在是9点开始走的，所以已经过了大约1个小时。超级多的蝴蝶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，我也不知道是哪里，然后有非常漂亮的草墙。小桥流水河，好漂亮。超美的。我现在已经走了2个小时，已经4公里，要到嘉兴了，就在上面，加油，最后一下，我现在拍低的原因是，我已经手抬不起来了。
各位，我妈说，那个凉亭是冷气房，走吧。我要吹冷气，来看一下有没有凉。好冷气，休息。我的脚超酸，哦，还好，其实没有很酸。我们等一下来吃香蕉，还有茶叶蛋，然后我还要买那个面包。香蕉蕉，这里没有到很凉，但我觉得还可以啊。而且你可以把你的脚放开来，真好。啊，睡觉了，我真的要不行了，超累的。吃茶叶蛋，吃香蕉，好吃。现在是12:01，那我们已经休息完，我们要离开嘉兴了。咦，容易。嗨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1号吊桥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拍照。我们终于要到了，看到了希望。有，关冷气，开冷气，超热的。OK，到了，我开心，到了，耶！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按赞订阅。